前吃完饭了，然后现在来到了下午，下午开始来玩小黄人。口罩是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在室外，我们是在一个小的屋子里面。一会儿出去啊，有人的时候还要戴口罩。我们今天结束了一天的行程了，又开心又累了。哎，杨老师，我看你鼻子都皱红了。那今天你玩的这些项目，哪一个项目让你最记忆犹新，或者最想推荐给大家来玩的？霸王龙。